这么快在上次的规避一下，但后续还是要被一个满状态的杰斯特认同。没错，后续看一下，辉哥又来了，看到一个塔姆以后，选择自己先往后拉开，不过他打这个塔姆速度有点快啊，斜下上来打中辐射杀起来了呀，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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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什么操作空间了吗？对的，这人头已经5-31了呀！啊，5-31也太过分了吧？有这么大差距吗？你自己看了，20分钟嘛，是吧？我觉得还能再杀俩，还能再杀俩。嗯，我现在锤石在外面，然后感觉的确发了一个拼是要再杀的。这个好像想有没有机会弄一个跳舞的峡谷先锋啊？真有机会的。是的。啊，这太耻辱了吧？不能这个样子，一勾勾到我已经买了一个，没了，它不大的作用。没了没了没了，这波太快了，5-33，还行啊，还行还行是吧？还行还行，选手们也蛮开心嘛，你看大家看得也很开心嘛，这两边好像都挺开心的，是的是吧？啊，就是你如果单从两边的表情上来看，你是看不出是谁赢了谁输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英雄联盟的魅力嘛，就其实更多的在于你在场上去就沉浸进来，你知道吗？成为峡谷的一份子。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这个水手赛第一把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盛宴，很精彩。没错啊，而且确实在这个水手赛不能拿常规的这个阵容的视角去看他们。对的，对吧？比如说他这种选的，然后最后我是觉得这个阵容可能会很难赢，但是没想到他就是赢了，这就是水手赛带来的奇迹。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看第二局的比赛。死亡迫近，光芒渐暗，谁会加入我们？谁能带来希望？我杜振强，德玛西亚不能失手。射几枪。故作戏解决他，明白了。慢着，陆星，不行，他仍有人性，他是个怪物，福耶哥他才是怪物。
就算你射光了天下的箭也拦不住他。我们必须联手，否则他将摧毁一切。这是什么地方？你要在这里做出抉择，与我们一道屹立于光明，或是独自一人坠落黑暗。の間取り過ぎた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温かく感じました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か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僕らと怖いや時を駆け上がる恋まどきの隠れんぼ隠れんぼはもう嫌なんだ。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星にまで根が出て手に入れたおもちゃも部屋の隅っこに今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